前就是有那个新闻，就是会一直提你有关怀孕这件事情，会不会有点想要用《黑暗荣耀》里面的一些台词，可能送给那些粉丝们、网友们？不要反击先，网友们是也不用啦，就是虽然说感觉好像一直被问到，对啊，但好像其实也没有反应。我觉得我的工作我还可以理解，为什么大家要问我这些关系？但我真的不建议一般你去跟朋友或身边朋友聊天的话，因为它不是一个，我觉得它不是一个适合拿来闲聊的话题。怎么说？因为你不知道对方的家庭是什么状况，或是他们身体是什么状况。有时候你不经意的去问，有可能会让人家很伤心。因为我身边就有听过这样的故事，但不是圈内的朋友，就是一般大家好像还是不要轻易去聊这些，去聊这些。对啊，我刚刚就是觉得，既然有韩国粉丝过来看，我真的很谢谢他们。然后心里一方面也一直在想说，应该是看书包，他顺便来看我。今天蛮多粉丝的，刚刚佳音一出场，大家尖叫声好大声。对，而且刚刚还有拍手，想说哎，怎么会鼓掌？然后还有自己在地下也跟着，自己有吓到吗？谢谢大家，有一点很热情，但我觉得也许可能是因为周五的晚上大家也是很放松，然后可能可以顺便过来逛逛逛这样。佳音，你说我在那个 IG 上面分享你有在追那个黑暗荣耀吗？对，那你有分享吗？对，哦。对，那你看完的心情呢？觉得想骂脏话，觉得编剧好厉害。看完之后还是觉得蛮过瘾，整个观影过程都非常过瘾。但我觉得如果大家看的还不够的话，没关系，这个月底有空。超奇，如果你会不会想要尝试里面的角色啊？有没有想要演谁的角色？我没有想过哎，但我希望。未来有朝一日，我可以演儿童的妈妈。那之前就是有那个新闻，就是会一直提你有关怀孕这件事情，会不会有点想要用《黑暗荣耀》里面的一些台词，可能送给那些粉丝们、网友们？不要反击先，网友们是也不用啦，就是虽然说感觉好像一直被问到，对啊，但好像其实也没有反应。我觉得我的工作我还可以理解，为什么大家要问我这些关系？但我真的不建议一般你去跟朋友或身边朋友聊天的话，因为它不是一个，我觉得它不是一个适合拿来闲聊的话题。怎么说？因为你不知道对方的家庭是什么状况，或是他们身体是什么状况。有时候你不经意的去问，有可能会让人家很伤心。因为我身边就有听过这样的故事，但不是圈内的朋友，就是一般大家好像还是不要轻易去聊这些，去聊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有没有给你一些安慰的话啊？也没有哎，他没有，他也习惯了，他还好，因为我也没有做到不一样，我觉得只是觉得。我好像没讲过这样的话，我就讲一下，因为那个误会有可能会让我得到一些关心。只是，但是我没有这么说，所以我只是还是讲一下。